五件纯欲内衣天花板，舒服高颜值，而且还便宜，少喝几杯奶茶呢就能拿下，真的件件都好看，每次穿上心情都特别好。第一件仙气连体衣，这件真的就是颜狗的天菜啊，是我最爱的一件。别看它版型挺性感的，半透明的白纱加上立体刺绣花朵，真的仙气逼人，有点维密天使那味儿了。它偏紧身哦，但是它穿着还是很舒服的，不会碰瓷连体泳衣的。腰身侧面呢是半透明绑带设计，可以自己调节松紧，看见它这个收拢的弧度了吗？会显得腰很细哦，底下是有暗扣的，是可以拆开的，上厕所啥的很方便。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搭在西装衬衫里面真的美爆炸了。下一件呢还是一个胸衣，但是呢它是一个小短款，看看它这个蕾丝边还有这个鱼骨就很梦幻啊，你们仔细品一品。这个鱼骨呢是软的，是有弹性的，所以穿着也不会勒肚子，放心的大吃大喝。面料呢是白色的半透明蕾丝，胸这里呢会比刚刚那件更透一点，所以就不太适合外穿了哈，就只能当内搭塑形。它如果当内搭呢，你可以就是只露出一点点这个蕾丝边，还有它的这个小的装饰，露出来真的很纯欲。它的这个聚拢真的很牛啊， A 都能挤成 B， 而且我这种小 B 就是能挤成小 C。 第三件少女甜心内衣，像年纪大了就很喜欢这种粉红色，这件呢不仅是直男展，也让我这个直女啊春心荡漾。它是甜甜的马卡龙粉，就超显白的，看到第一眼我就想到洛丽塔的女主，有一种娇憨的清新感。小碎花加蝴蝶结就是可爱少女的标配嘛，而且这个粉色是低饱和度的，不会很俗，而且呢它是软钢圈的，像肩带呢也相对比较粗，杯型呢偏小巧，刚好就能把我们侧面的副乳给包进去，上身呢会显得胸型特别好。你们看它一套的内内也特别可爱。第四件，哎呀咱们低调一点，这件真是太 sexy 了，整个爸爸千万别卡我，求放过求放过。全透明的解构风法式内衣，真的非常适合小胸，真的巨舒服巨轻薄，完全没有什么存在感，像我们说的内衣自由什么的全靠它实现了。而且它是前扣设计，一点也不会勒，也是搭配一些低领的衣服会比较好看。最后一件法式风小内衣，像小胸的姐妹啊一定要有一件这样子的法式内衣，无钢圈无束缚又非常的软糯，穿着它我就想喊一句啊 I'm free， 真的太爽了。像这件呢平时我宅在家呀，去逛个街呀，拿个快递都会穿，整个超轻像羽毛一样，面料很薄，蕾丝特别软，它有一点点的小胸垫但不会凸点，也有一定的承托力，不会外扩下垂，就友好不空杯。而且它是青绿色配上这种灰蓝色的边边，然后边上又是同色系的这种透明的蕾丝，若隐若现的，非常非常法式。今天这个内衣分享我们不是为了媚男啊，因为你如果从里到外都打扮得非常精致的话，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超好，也会变得更自信。所以呀，要从内就开始爱自己，漂亮的小内衣们赶紧买起来吧。